是不来看这个意外，是有一名工人日前伫咧进行高空作业的时阵，伊是因为无做好安全措施，在施工过程当中对高处摔落来，造成一名男子头壳有受伤，两骨嘛有受伤。刚一次消防局下报了后，赶到现场来抢救，赶紧将这名男子送往病院来做急救。在晋江气象局接到报案，表示有人为遮雨棚摔落来，随即派遣救援车前往救援。救援员到场之后，发现一名男性伤者，随即前往查看伤势。好在在伤者意识清楚，不过在为遮雨棚摔落的时阵，弄到头部有一处撕裂伤，而且四肢无度叮当。救援员随即替进行伤口处理，并用颈圈常备板将伊固定之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该气象局呼吁民众，伫关注施工时，最好是使用安全帽、安全带以及其他必要的防护装备，以免发生危险，危害自身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台民间气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。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